亲爱的朋友，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社会服务修女会的陈美智修女。修女好。您好。另外一位呢是板桥，台湾板桥中华殉道圣人堂的刘秋南弟兄。刘弟兄好。你好。陈修女，我想首先要请教的是啊，我们很难知道南苏丹现在的窘境，那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些对照？好，我想从小朋友谈起。南苏丹大部分的小孩都没有机会受教育，那能够受教育的小孩在他们有限的学校里头，他们上课没有纸也没有笔，老师也没有课本，在我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那我从我们的 Father Ken 拍回来的照片里头看到，就是他们的教室的里头，小朋友有的坐在地上，有的有椅子，但是这个椅子呢是他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所以要背椅子去上学。对，自己带椅子去学校。所以他们的资源非常的贫乏。那然后再看到他们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他们常常是一个村庄只有一口井水，所以一口井要供应大家的生活。那一般人就是一个家庭每个人只有不到美金一元，就是台币30元的生活费一天一天。嗯，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生活里头，然后再看看照顾他们的神父们，他们的最好就是有些神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但是大部分是用脚踏车，有的神父甚至连脚踏车都没有，所以他们要去探访教友都是要走很长远的路。那有的时候还会遇到被抢劫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国家才不到3年，有很多的大家的生活都很贫困，所以基础建设也非常的缺乏。是的。所以医疗啦交通各方面。对，然后像他们现在有好几位神父都生病中风，那需要医疗的照顾。所以去年主教曾经也要求我们来提供他们一些医疗的经费，所以所有的神父都没有医疗保险，那生活真的是有的时候有一餐没一餐的。那我们的Father Ken 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困难的一个环境，但是他也为这些神父的喜乐精神而深深的感动。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们的需要可能不止一项，是不是？刘秋南弟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所认知的在南苏丹这样的一个国家，他需要的援助究竟有多少？首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些一般人我们对那么遥远的非洲南苏丹根本就不是很清楚。是刚提到的南苏丹，它是2011年7月成立的，就是跟原来的苏丹，因为北边是回教，南部是基督教，所以因为有战争的一位宗教的问题，所以最后是经过联合国很多主要国家把它成立出来，要经过中间经过和平的协议这样子成立的。那他们的基础建设和交通非常的薄弱，他只有在朱巴的地方，就是都首都南苏丹首都，只有60公里的一个柏油道路，其他都是没有道路，就是都是泥泞，一下雨的话长期下的话根本就道路就是走不通。第二个，他们一般的国民水准是低于100块，远低于这美国联合国他贫穷国家的标准之下。那他苏丹是这样子，他主教是因为面临他当然是有人会想到因为罗马梵蒂冈有一个补助，事实上我看了一下上次林瑞德神父他有一个册子，就是说经费的补助，一看了之后实际上
那么大的一个教区只有48000块美金一年，很少，根本不够付48位的一个43位的一个神父的一些开销，还有的教区的运作。所以他在寻求，因为在这种极大的困境之下，他一定身为一个主教，一定要向外去寻求资源。请教一下刘弟兄啊，是，库萨拉主教希望援助的事项有哪些呢？他们比较迫切需要我们善心人士资源的项目有12项。第一项就是各级教育的成人师资培训，因为他们的教育文盲是80%是文盲。第二个是神职人员的进修和精神的建构教育，这是最重要的一件。第三个是妇女儿童的权利，他们就是要发展技术，使他们能够有自力更生的机会。第四项就是他们要希望有培训60位这个正义和和平的一个培训员。主教他是这个人非常的善良，他虽然过去迫害了父母亲死亡了，但是他为了要推动和平，让大家化这个干戈为玉棉，所以有些要培训60位的人员做和平运动。第五项是他希望要支持他们目前有70位修身，希望要教育他们未来成为神职人员，所以他们70位的经费缺乏，需要资源。第六项是媒体的工作，就是说他们媒体的工作是因为他们的资源非常的缺少，希望要传播福音也缺乏的这些的工具，所以需要资源。第七项就是需要对年老的神父的照顾，还有目前在各堂区的神父，他们的生活开支根本就是刚刚陈修理提到的，他们一天的生活只不到1块美金而已，非常的贫困。如果神父都没有照顾好，那么善牧的工作根本就是有一点困难去推动，这是最重要的。第七项、第八项就是要培训他们的一个护理人员、护士人员，他们儿童的死亡率是非常的高，1000个里头的出生儿，这135位以上都会夭折，没有办法顺利的生长。第九个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他们协助他们教育，有所谓的培训，像养殖啦这些的自力更生的一个技术，农业技术这些的资源。第十个就是医疗的协助，医疗医院的建构。他们是因为有艾滋病啦，很多的其他的病菌非常的多，需要这些去协助。第十一个就是说，他们希望在某一个团体能够协助他们一些性别啦、暴力的这些防范措施的政策的制定。第十二项就是卫生工作者。他们基本上是基础建设非常的差，非常的落后，希望你能够他们人民说的健康的说维护，一定要这些医护人员的卫生人员的培训。谢谢刘弟兄为我们做的说明。那我接着要请问一下陈修女啊，陈修女在百废待举的南苏丹呢，当然刚才刘弟兄已经分享过他们需要的10几项，那么有没有最迫切让华人地区的天主教友可以协助的？是的，这是南苏丹库萨拉主教他在去年回到他的祖国以后，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的信，在信中提到了4件事情是他非常迫切需要，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求助的4个项目，其中第一项就是关怀他的教区神父，他很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资源，一个月给100块美金，就是台币3000元，能够照顾他的本堂神父，还有他堂区运转的一些需要。第二项，他很希望能够帮助他的堂区自养，就是能够一个堂区找到1000块美金一年，
让他们能够买种子和农具，能够自力更生。第三项他提到的是他很需要场地，他需要扩充设备，他需要一个中心能够有工作人员一起来推广复传的工作。他要求一年一次的10,000块美金，如果可能的话。那他第四项提到的就是他的修生，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刚刚刘秋南弟兄提到了，就是虽然从我们的罗马教宗宗座也每一年会有一笔经费来帮助神父的培育，但是刚刚我们有看到确实的资料，实在是加起来也不过40,000多美金，非常有限。那我在主教的来信中他特别提到，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培育这些修士的话，那他就只好送他们回家。但是他非常希望能够得到需要的资源，那这些我们将来培养的修士后来成了神父之后，他不但是在他们的堂区服务、教区服务，他们也很愿意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那边有神学院？没有，主教的教区只有在去年才成立了一个哲学院，目前有25位大修生在那个地方。那他一共有7位大修士目前在念神学的，但是他们要到乌干达去念。那另外还有60几位的小修生，所以是他目前有的。所以这部分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来帮忙。是的。我知道您平常是在美国。是的。这一次特别从美国回到台湾。是的。那么希望能够在华人的团体里面能够把这一项援助南苏丹的计划能够推动出去。是的。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下您目前推动的状况？我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工作是天主的工作。那我其实这次回国是因为我另外一位舅舅不幸车祸过世，所以我回来奔丧。那我们希望能够援助南苏丹的工作从去年就推展，但是进度非常缓慢。在我身边的这位舅舅在我们办完丧事以后，舅舅就提醒我说，趁着你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努力。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有机会在很短的时间拜会了很多教会的主教、神长，还有也得到了博爱基金会跟明爱基金会的在谈话中跟他们分享这个故事。所以目前博爱基金会同意提供我们一个爱德专案的一个号码，所以如果有新人觉得能够跟我们共襄盛举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地方可以贡献我们的捐献。那另外明爱基金会李玲玲修女还有一位江老师，那他们愿意提供的协助是在帮助他们饲养的这一块。从跟江老师的谈话当中知道他很多年一直在帮助南苏丹的国家种黄豆。所以希望他江老师今年会有机会到肯亚，我们希望他会跟主教有机会见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南苏丹主教的教区帮助他们的堂区的神父教友们学习种黄豆，让他们在这方面能够自力更生。所以目前就是
努力到这个地步，那也很感谢有机会到真理电台来分享我们的经验跟故事，还有邀请大家来共享圣经。